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赢过爱情事。你哪敢陪给我做伙啊？就算讲要骗我，嘛给我一个理由啊！你敢知影？我拄则坐伫遐，看到你甲客户讲电话，我感觉你愈来愈生分，甲我实在啉茶分完全拢无共款。大伟，你哪安尼讲？你之前骗我讲雷锋找你，后来我知影。你才跟我讲是甲裴建宏去看伊妈妈，那你即届，你阁是因为什么理由会甲裴建宏做伙？不是啊，大伟，你误会啊！你嘛知影啊，你甚至同意讲我的活动，甲阮的银行办伫个同一间门店，啊，我嘛唔知影是安怎裴建宏会出现伫个遐啊？你是讲，你是伫个遐拄到裴建宏的？是啊。伊来跟我拍招呼，我就坐伫我边啊。迄当时我身躯边阁有同行伫个，我毋才歹势家己拒绝。那你拄到裴建宏是安怎歹甲我讲？我着惊你会乌白想，我毋才无甲你讲。大伟，你相信我，我甲裴建宏真正无安怎，我嘛毋知伊是安奈汹汹出现啊，啊阁。那相片，我真正不知道是谁翕的啊！这期刊，熊爸爸先看到的。你敢不知道看到这相片，跟你讲到偌歹听？好啦，就算讲你两个是拄好拄到，但你靠孙亚这么亲密？我无，事实就不是安尼啊！不是安尼，不是安怎？裴建宏伊来跟我拍招呼，啊！不过我根本就无想要睬伊，后来我嘛先离开啊。谁知影就伫个伊走来，这几分钟会去予人翕到。所以你是认为有人咧陷害你？好啦，就算讲你相片是误会，那我问你，伊阿妈打电话予你，你无接，你是毋是甲裴建宏做伙？后来我讲要过去找你，你嘛拒绝了，是不是因为裴建宏的关系？大伟，代志不是你想安尼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你只要回答我，到底是还不是？是啊。大伟，你听我解释。想到这个代志，你别老实跟我讲。连我打电话给你，你嘛要暗讲。你到底有什么代志无方便讲的？我真正是惊你乌白想，所以我才无跟你讲的啊。丽芬，你一直叫我爱相信你，要不过你敢真正做到好，我会当信任你？你一届过一届。用弟弟做理由，用裴建宏伊妈妈，还佮裴家人做借口。即摆佮我讲，恁两个是拄好拄着。你叫我要怎佮相信你？大伟，我佮裴建宏真正无安怎。丽芬，虽然我真爱你，也毋过我毋是戆人。好啦，就算讲我相信你，但你跟我讲，我要用什么理由去跟爸爸解释？大伟，大伟，大伟！
这相片我有看到吼。哎、欸，多谢你啦！啊，明天我找一个机会哦，请你吃饭。好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啊啊，再见，再见。嗯嗯。你好。啊，对啦，什么代志啊？你搁好意思问我？你家己看啦，谁来安尼？对啦，我嘛是看到时间才知影哦。看到我嘛是惊一下。这明明就是有人挑故意在设计嘛，无哪有可能拣这样的相片，而且搁开你的期刊内面。哎呀，这话唔是安尼讲啦，这相片也不是我翕的啊，要放哪一张相片，我就无法度做决定嘛。你敢知这个相片把我害到偌凄惨？拄只大伟来跟我冤家，因爸对我搁较无信任吗？我一个好好的感情，怎么就要散去啊呢？哎呀，真是累啦。我也知我迄天遐尼拄好啊，咱两个坐做伙，啊，搁往翕遐尼侪张相片。讲哦，这黄大文也是因为安尼，啊，着要误会你，啊是讲哦，无要互你机会来甲解释。我认为这对你无啥公平嘞。正是为着你要看弟弟的代志，大伟已经无欢喜啊。后来你搁拜托我去考劝你妈，因为我家己无处理的好势，大伟嘛在误会。现在又发生这种事情，你叫我要怎麼跟他解释？对，你较冷静一下哦，你莫遐尼激动啦。我是认为讲这个时阵，你应该想看卖哦，是不是你甲黄大伟安尼，你俩有出什么问题啊？你讲这为什么意思？黄大伟嘛，才讲哦，这弟弟是我的后生，所以我要去看弟弟，这嘛真正常诶。啊，我来去找你，我拢只是拜托你也去关心我妈一下。啊，论真讲起，咱两个根本就无啥。啊，佮黄导伊就是要无欢喜，伊就是要怀疑你。我想，伊是毋是讲，哎，对侬无啥信任啦？你莫想要破坏我佮大伟感情哦。啊，了，你莫误会啦，我毋是要破坏你佮大伟感情，我只是爱你认清事实啦。咱两个人哦，假使若是讲无互相信任，那表示讲这感情的基础真无稳定嘛。啊，佮再讲啦。就是因为你离过婚，啊，佮弟弟住伫身躯边，所以黄大伟因爸仔一直拢无接受你。虽然你甲黄大伟也是已经讲到要结婚的阶段啦，不过你看，只间因为这期刊的代志啊，啊，这所有的问题拢去互伊安尼压压出来，啊，以后你若假唔敢，你想看嘛？你安尼敢会幸福嘛？对啦，我无其他意思吼，我只希望讲你安尼冷静好好安尼思考看卖。我是真正为着你，还佫为着弟弟的未来，你设想啦。我无想要跟你讲这啊，既然你讲相片跟你无关系，我嘛无法度。刘文，你听我讲这啊。佮有甚物代志啊？刘文，之前我讲的代志，你是毋是小考虑一下？你刘文，你嘛知讲我对你的心意，我是希望讲哦，你佮予我一摆机会好无？你即马讲这种话，敢袂想过超过？刘兰，你莫误会啊！我即摆唔是讲要趁人之危，我即摆是诚心诚意，我希望讲你能好好考虑一下。你也想看卖哦，即摆你甲黄大伟是有真济问题，拢我袂解决。假使你若是勉强甲黄大伟做伙哦，那你是绝对袂幸福的啊！啊，我都无共款啊，无唔对啦。我知我之前我做真济对不起的代志，啊，不过我即摆我是真心悔改。我已经受到教训啊！刘文，拜托你，只要你等下我身边，我保证，我以后我一定好好弥补你。我再跟你讲一遍，我跟你绝对无可能。刘文，你话莫讲到遐尼绝啊！你知影无？我跟你离婚的时阵，其实我心内是足唔甘的。尤其经过这段时间遮的代志了后。我更加确定你是我最爱的人，我加上弟弟，啊，佮阮妈，啊，佮阮平家所有人的期待，我更加确定你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。即马讲这有甚物道理？丽文，我佮安琪确实是有真济问题，但佮上重要的是，我心内我真正爱人是你的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我坚持一定要跟安琪离婚的。
你看这全家福的相片，你看顶头咱三个，你我还佫弟弟，咱三个拢笑得真幸福，真快乐。啊，我知影，当作是因为我毋捌代志，所以我想拢甲毁掉的。不过你知影无？我甲安琪离婚了，我就把这张相片摕出来，我也放在桌顶。我逐天看这张相片，我就提醒我家己，有一天我一定要甲咱的家重新建立起来。好啊，你莫再讲，我无想要听。你无想要听，啊，我一定爱讲。丽芬，今日告诉你，也是甲黄大伟过了真幸福，真快乐。那我这话，我会永远放在心底，我绝对袂晓讲出来。啊，我今日代志不是安尼。今日你甲黄导有真侪问题是无法度解决的，而且是愈来愈严重，所以我一定要趁这个机会，把我心内想法讲出来。另外，即马我妈已经搬转去平家，伊是足希望讲你会用转来平家，甲阮做伙来团圆。我拜托你，给我一摆机会好不好？你甲我转来阮平家，咱能一家团圆，好不好？我拜托你。妈，奶奶。我拜托你。你为着我，为着弟弟，为着阮妈，你敢对我平家无？你莫再讲啊！过去你害我受的伤害，我一世人拢无法度放袂记的。离婚啦！喂，妈，我即马伫外口。好，我等下回去。黑家宏。就算讲我甲大伟无做伙啊，我嘛绝对无可能阁接受你。去破坏你甲大伟感情，我只是爱你认清事实啊。两个人哦，假使若是讲无互相信任，那你表示讲这感情的基础真无稳定嘛。结婚可能无唔对，我甲大伟确实有真侪问题需要解决。之前我一直想讲，只要阮两个人相爱，就当克服所有的困难。不过今仔日，这是因为一张相片，得看清楚阮的问题，不是这么简单就能化解。大伟，你现在心肝里到底是在想啥？敢讲，就因为这个相片，咱的感情就要结束啊？这款相片，现在到底有什么情形啊？阿姐，阿爸阿妈叫你回来吃饭，现在才回来，我拢吃饱呢。哦。阮公会这个期间，看过未？你是要问我讲，谁来跟平哥王做伙翕相对吧？我跟你讲，我嘛唔知影。到伊个门过啊？是啊，连爸嘛知影，足生气的。我佮大伟嘛因为安尼冤家，我真正想无代志，咱变甲安尼。
阮开会开错，伫咧遐聚餐，啊想袂到皮建宏因公会嘛伫咧遐食饭，够奇怪，竟然翕着我甲伊坐做伙的相片。你看麦，看麦，啊相片翕啊遐亲密，免讲大卫甲因爸会受气啊。那是皮建宏伊家己走来找我的，我有拒绝伊，我冇请伊离开啊。啊这，敢嘛是有人偷工设计啊？皮建宏伊都唔承认啊。对了，来，快点进来。爸妈。喂，娘啊。嗯。你是咧困啥？你提本是啥？你若看到我甲恁爸咧，还怎紧困落去啥？哦，无啦，啊，着诶，阮生计诶一寡药品的杂志啊，我拄啊较提阮咧讨论公司的代志啦。哦，安尼啊。是啊，啊爸妈，恁雄雄叫我等来食饭，有啥物代志先？哦，无啦，啊都有听李芳咧讲伊甲。大伟合约的代志吼，啊，刘安琪讲你个刁难吼，啊，我是想讲，这毋知去影响到你个大伟无哈？无啦。啊，听丽芳讲，你去甲安琪理论，安琪敢有对你讲呐？已经无代志啊。嗯。哦。奇怪啊，迄，你安尼嘴也讲无代志啊？不过我看你这样，你都敢若。你敢若有心事，你唔知是有啥物代志，是？你讲无要紧啦。无啦，真正无啥，你唔免替我烦恼啦。干嘛呢？哎，我来开。你是过来创啥哈？歹势啦，啊，丽芬都拄只安尼，我看伊有对我误会，啊。心情不好啊，我可能也袂放心，所以我来关心一下。免啦，等下等下，你讲丽芬，甲你有啥物误会啊？李建豪，我甲你的代志咱就讲好啊，你讲无就无，你来遮创啥？你莫遐尼想，莫遐尼激动啊！你安尼误会我，我可能也真艰苦，所以我一定要来解释清楚。无需要啊，你咧再等下啦，丽芬啊！啊无，恁两个怎啊是安那？恁两个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无怪你拄只一个当啊，安尼问你，你拢支吾支吾，无啥会讲。随后伊即马溜来到门口口，拄啊咧大细声，拄啊咧话。恁两个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啦嘛，啊，这件代志哦，我一定要甲你解释清楚。是安尼啦，啊，阮工会期刊啊有刊一堆相片，啊，这堆相片是我甲丽芬做伙食饭啊，啊，黄大伟知影了，伊有误会，啊，我是讲这件代志哦，会去影响到伊的分数啦。哪会安尼啦？是安怎咧舞的啦？那舞到这款情形啦？这到底是安怎？恁甲我讲个详细哦，到底是安怎？哎呀，你才情形哦，你才开始的。阿姐，啊，代志安尼啊，当然爱有爸会知影啊。迄天哦，啊，着离婚，干公司人聚餐。啊，拄着潘建龙，伊公司也嘛伫遐食饭，啊，不管是看丽芬尔，过来啊高高低，伊才去有摄影师翕着。阿伯，是真实的啦，啊，我真正唔知讲这代志无干呢。哎，摄影师啊，我有打电话去阿妈啦。啊，不过伊讲，这相片哦，对因顶头的决定，啊，伊嘛是无法度啊。哼，你免讲啊，遐尼好听啦，你也莫甲丽芬伫遐高高顶，敢去用翕着？对啦，对啦，你安尼明早你甲丽芬是无可能阁做伙啊。你是安那无爱替丽芬的立场来替小考虑一下？你该拍什么招呼啦？你是嫌讲丽芬进前话你害甲遐钱上害无够了？你都爱甲害到什么程度，你才会甘愿哈？啊！我想到我过去对着丽芬安尼，我真正感觉我真该死。啊，这摆发生这件代志，我是伫想，这可能是天公伯啊，得给我一摆机会啦。什么机会？给我一个机会，用好我弥补丽芬，搁把丽芬重新挽回，安我就用破镜中伊啊。假使我有这个机会，会用搁甲丽芬做伙，
来，我给您保证，我一定我的一生好好来给弥补的。你敢那安尼讲一句弥补，就会当对于过去你所做的代志，都甲放我袂记了。而且离婚即马甲大伟误会会遮尼深，迄就是因为安尼安尼一摆过一摆，安尼甲离婚甜蜜煞所引起的。建龙啊，你有我拜托一下，你离阮离婚较远的啦，你莫过来影响离婚啊啦，好心的啦，好不？请你相信我，我这么是真心悔改。你给我一摆机会，我一定会离婚幸福。好，好，你莫搁讲啊，你莫搁讲。你即马讲什么话吼，我都未相信你啦，因为过去已经听足济啊啦。莫讲啦，莫讲啊啦，来来来，你走啦，你走啦。你走。我讲，我拜你。你即马是安怎？好，你啊，甲你讲，你讲未听。你是爱我甲你避免你这样的。平建龙，你还会记得无？当初是你要带离婚的时阵，你跪在阮两个老爷头前，你声声句句甲阮保证，你讲你会好好对待你。你会害一世人幸福。后来你一个事业做了无顺利，你甲离婚搬倒倒来厝里住，你嘛是甲阮两个老的讲，你一定会好好对待离婚，你会好好照顾伊一世人。你公司一个做了失败，周转未过，离婚因爸对所有退休金全拢摕去乎你，你钱一个接过手，你嘛是甲阮保证，保证讲你会用你一世人来弥补离婚，你会好好对待伊。你生意一个做失败，你连累离婚，安尼对你走路，你差一点仔就害离婚，替你去用关。你嘛是伫阮面头前甲阮保证，讲你会用一世人来弥补离婚，你会好好照顾伊，好一世人幸福。结果呢？你的保证是一摆过一摆，你有倒一摆做法到？啊？你爱阮安怎相信你？你讲的话，阮要哪会听的啦？老子啊！建龙啊，一个有家庭的查甫人哦，上重要就是讲对家己的某囝要负责任，好好照顾因的生活啦。阮唔是讲无机会给你呢，一遍一遍，你拢让阮两个失望。你要离婚的时阵哦，对离婚你阁伤害遐尼深，你想看卖？离婚？敢无多人原谅你？啊，你安尼，阮有法多人接受你吗？啊，阿伯，是真实的，我知我过去做真侪唔对的代志，啊，可我今嘛是真心悔改。我知我真正互恁的，啊，佮互丽芬拢足失望的，啊，可我今嘛是真心悔改。我应该你挂保证，我出来我一定行动正面的。我相信真紧，你就应感受到我心意啊！好啦好啦好啦，你莫阁讲啊啦，讲讲遮拢无路用啦。我跟你讲，我即马甲你警告，你从今以后你莫阁来接近阮离婚啦。你即马你若是阁来接近离婚哦，你唔能怪阮对你无客气哦。出去，即马随出去，叫你出去，你出去，出去啦！出去啦！甲赶出去，甲赶出去啦！出去啊！我绝对袂放弃你。是，佮为了我的代志，互你安尼操烦。你这戆查某囝啦，你个先讲拢讲袂听啦，安怎藏你，你都藏袂清楚。佮你讲叫你莫去插平家的代志，莫插平家弄啊！你先讲都讲袂听，你遐软心是要创啥啦？你看，你软心是不是害着你家己？好啊啦，我讲啊，怪也无路用啦。我即摆都唔是咧怪伊，我即摆是看伊安尼，我是看到唔甘啦。刘娜，建宏已经来讲遐尼明啊，啊你有啥物想法？无啥物想法啦，我咧讲啦，就是，不管安怎讲哦，我绝对是无可能同意离婚，搁再回头甲迄种人做伙啦，我无同意啦。妈，你放心啦，我跟平建宏是绝对无可能的。不过，我即马就烦恼我跟大伟。
伊来跟我拍招呼，我就坐伫我的边啊。迄当时我身躯边阁有同行伫个，我毋才歹势家己拒绝。那你拄到皮建宏是安怎歹甲我讲？我着惊你会乌白想，我毋才无甲你讲。丽芬若真正要离开我，选择皮建宏，伊就无需要甲我解释遮尔多啊。莫迪卡，真正是我误会伊啊。菜粿家己烧，好，啊，意思意思，拍摄拍摄。啊，对，这菜粿吼，算有去安尼烤了一寡这北方啦，哦，啊，这煮起来吼，会稍微较乌，较袂安尼清脆，哦，啊，但是吃起来吼，我感觉真甜，试看嘛，试看嘛。多谢啦，多谢啦。伟军啊，把菜粿摕入去灶下，顺便把水果切出来哈。哎，呀，你要的。你今仔日来我家吼，甲以前同款的，甲菜粿做换酒。吼，我看到迄菜粿，我是偌感慨，偌感谢你知嘛？拄好我就讲过啦，这菜粿吼，虽然有烤着北方，啊，这炒起来吼，会较乌啦，较袂遐清脆，不过吃起来吼，真甜啦。哦。这菜粿啊，就敢若像阮家啦吼，安尼。最近来啊，发生一寡这个代志哦，也安尼无愉快啦吼，啊，风风雨雨啊，但是拢已经过去啊啦，吼啊。不过人生吼，会做人处事，我也是甲以前同款，拢袂去有变去。啊，是啦，是啦，是啦。啊，都参照进前离婚啊，出差哇，啊，你搁好，我安尼甲弟弟带转来。虽然讲是短短啊一工啦，也毋过对阮村里来讲吼，会当抱孙人孙，好啊！伊是对安尼天光啊，你笑到日头暗，你知毋？恁有即款的度量，有即款的腹肠吼，阮是甲你感谢啦，有影。啊，无啦，这是丽芬啊，有遐理解啦，吼。不过大兄呀，丽芬虽然是理解啦吼，但是建宏嘛应该守本分，不应该去交了丽芬。我离婚哦，真为难呢。无奈，李校长，建宏是安怎去为难离婚啊？哎，伊哦，是想要搁我离婚哦，破镜着伊啦。啊，利用公家食饭的时阵哦，接近离婚，对离婚是我亲密的动作，去用翕相起来，所以牵伫咧公会期刊顶头。哎呀，你敢知影讲建宏安尼做？已经影响到大伟甲丽芬的感情。有影啦，是的啦，是的啦。我也有伫听阮村里啊吼，啊伫提起讲建宏的想法啦。啊，阮村里啊意思是伫讲看建宏会当甲丽芬啊破镜重圆无？啊，参照丽芬啊哦，嘛是遐尼好的媳妇啊。搁再讲弟弟嘛是阮皮家的骨肉，啊，我是伫是。皮太太这款想法，阮是能理解啦。不过建宏哦，对丽芬的伤害已经真深啊啦，要搁来挽回这段感情，我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当然啦，阮这做爸母的人是希望讲丽芬哦，甲大伟有一个圆满的结局，安尼丽芬才有才调讲哦，如过去一段痛苦的代志，要甲放下过去，哦，追求伊未来的幸福。啊，是啦，是啦，是啦，林校长，你的心情哦，我会当体谅啦。不过。建宏这款做法咯，麻阮真大的困扰咧。哦，对啦，我第一想讲建宏可能哦，也唔知影讲伊食饭会撞到雷雨呐啦，哎，凡是又啉烧酒，唔才会对啊。好了，拜啊。伊还佫走去阮家讲讲，无论安怎样啊吼，一定要挽回雷雨这段感情。这建宏哪会安尼啊？实在真超过呢。之前伊就甲我讲哦，讲伊想要甲雷雨挽回啦。啊，我有甲动啦！啊，即摆哦，既然咧补假哦，啊，互林校长安尼挡袂牢，走来厝下头。伊即摆是安怎？嫌咱厝的代志无够多，啊，补完即厝换迄厝咯。兼顾两句啦，
我就感觉歹势，你搁来讲袂煞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哎，杰明，你赶紧把建龙找回来啦！我今仔日一定要给林校长一个交代啦。啊，免免免，这个代志哦，我是来讲给恁知影一下啦。啊，那建龙哦，你再家己来讲一下，吼。也是讲，最近有块新的所在哦，请你多多包涵啦，哦。多多别啦，别啦，别啦，哎，是阮较实的啦。啊，你讲啦。咱拢是做人的士大人，当着代志啊，当然就要少费一下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对啦对啦对啦，歹势呢，搁互你行一撮啊。慢来讲，慢来讲，哦，啊，无什么代志啊，无我先来走。哦，顺行呢，迄路回军啊，你送林林校长者，啊，顺带伫店遐添两下地沟地当下。哦，免免免去，免去。无咯，林校长，啊，你来就提菜粿，应该来我家就提地沟当下，你唔才对。啊，那安尼我就无客气啊。好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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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行，先行，先行。杰明啊，你赶紧打电话找天龙，看伊伫咧比啥物吧。希望咱两个上好是无熟识。嗯，你是在等离婚啊？我无想要回答你。当然啦，你无想要回答。你想要我哩就走啊？那安尼，这就敢剩我一个去等离婚啊？裴建宏，你就是讲你安尼一直高高低，离婚就接受你，搁转来你的身躯边。黄大伟，你唔通这么生气哈？嗯，我其实是想要甲离婚协议啦，因为我在期刊相片的代志啊，还咧造成离婚真大困扰。李建华，你莫想讲我因为这几张相片就来放弃离婚。我真正希望讲你莫因为这几张相片就来放弃离婚。啊，若无你这种查甫人哦，那无什么好期待。我颠倒会替离婚，感觉真欢喜。我想。你应该是替家己感觉欢喜才对，因为我若放弃离婚，你就有机会啊。是啥物机会啊？你当作咱即马是啥？排队买票，你伫头前，我伫后壁。你毋是排伫我后壁，你是永远都无机会。就算讲离婚无够做伙，伊嘛无可能可以等于你的身躯边。黄大伟，我真正希望讲你甲离婚会用好好做伙，莫讲因为即个事件就来离开。因为我会一直揪在离婚的身躯边，啊！你若真是要甲离婚做伙，你就要会肯去接受我甲离婚的关系。你甲离婚已经无关系啊，对不对？我甲离婚已经无翁仔某的关系，啊！我唔知啥奈，我离婚就是真有缘，连你生日宴会嘛断会着。我若真是想要看到离婚，其实我嘛已经找银行去找伊啊。啊，你唔通袂记得哦，搁有弟弟呢。弟弟搁爱叫我一声爸爸哦，伊爱叫阮爸、阮妈、阿公、阿哥、阿妈，这是无法度改变的事实嘞。问题是你会堪你替我饲后生吗？你敢真是愿意用你家己的时间，用你的金钱，用你一世人的精神替阮平家饲子孙啊？算袂好对吧？李建宏，你莫想讲你安尼讲，就会当使弄我甲离婚的感情。我爱离婚，我就会接受离婚的一切。你接受所有的一切？啊，离婚还甲我斗讲，你因为即个回看相片的代志啊，第二个起冤家。我看你根本就无迄个打算通接受离婚。
安尼想起来，我是感觉身体连环感烦恼。我两个只是一个宴会场所，我两个在吃饭，结果就引起这么大的风波。假使我若是让你知影讲，我因为酒醉而依附我替我的房间，那你就是要干嘛事？丽芬和你回去房间，裴建宏，你最好莫有白讲话。我无白讲话，我讲的是事实。你若是假作唔知讲这件代志发生过，这表示讲你唔敢面对我的存在。假使这件代志你若是唔知影，这表示讲丽芬唔敢甲你讲这件代志。你到底想要甲我讲啥？你是不是想要讲你甲丽芬暧昧？我丽芬无暧昧。伊只是看我啉酒醉后，我回去房间，还佫泡一杯茶互我啉。丽芬唔敢甲你讲这件代志，迄是因为你是一个鸡仔肠鸟仔肚的查甫。丽芬，你所好意的，就是敢那阿杰、速霸，还佫妖精。迄是因为有你在破坏我甲丽芬的感情。恁两个感情确实也是真坚定，敢会惊我会破坏？我佫问你一个问题。破坏恁感情的人，敢敢我一个？恁爸敢是自头到尾拢无接受丽芬做恁娘家的事？这是阮家的代志，迄嘛是你无法度解决的代志。黄大伟，你要敢大声进场？你想好甲我拄只问你的问题，你好好想一摆。真令好你啊！我要来走。我是等丽芬来找弟弟的时阵啊，恁过用出去佚佗一下，你用好好享受暂时的幸福。啊，不过我爱提醒你。你想好要和爸讲，你真正会娶到丽芬。啊，若无到时你也要后悔，讲你先要白白替人饲后生，安尼就失败了。把我来咱厝呀！林校长亲亲来到咱家哦，叫我这做老爸啊，都爱好好甲你管教咧。啊，我安尼踮厝的哦，一直甲人回失咧，回到我这面哦，唔知要提到倒场啦。你还阁有这个时间走去保姆遐等离婚啊？搁在徛卫兵，你是无代志做哦？爸，我是看弟弟嘛。你要看弟弟会用哩？袂用你安尼甲人死缠烂打啦！你安尼伫咧提离婚啊，黄旭基，你知毋？即摆离婚啊，毋知要安怎甲大伟伫咧解释啦。几张相片尔，都伫怀疑离婚的感情。这种查甫人哦，无可能互离婚幸福个。你是伫咧讲啥物笑话？迄人离婚啊，家己落去选择个。你都袂用你甲人冲家出手呢？离婚啊，甲你都无关系啊嘛。无唔对啦，啊！不过无论安怎，我一定挽回离婚的，我一定会破镜中伊的。你袂见笑啦，你大面神啦！到底人离婚啊，后头住，讲安怎看安怎？爸，这无什么谈好袂见笑呀。那黄大伟因爸都无赞成因两个做伙，黄大伟更无法度说服因爸。这就是死结啦，这套嘛套袂开嘛。离婚嫁唔到，是安怎都袂幸福。迄人离婚的代志啦，啊！你眼光遐真是要创啥？爸，我都明明知讲离婚嫁唔到就袂幸福啊！我啥即马袂用起来争取转来啊？我离婚即马呢，嘛是我造成的啊！我袂用目睭紧紧看伊婚姻阁失败嘛？哦，安尼你足有责任的嘛？啊，既然连都遐有责任，你较早哪唔讲？爸，过去是我一时糊涂啦。但不，即马过去变遐旧事嘛，无任何意义啊！即马上重要是我要去面对我甲丽芬的将来嘛。你是安生我这做老爸，爱继续甲人回事的？爸是的，但我无论安怎，丽芬我是一定要甲挽回啊！你是咧讲啥物笑话？我也袂堪去厝内面，互你母甲龙家煞提哦！你若要继续安尼不落去，厝内面莫甲我加入一步，我也袂堪叫你去咯。爸，爸，你这样是不是要挂出去啊？爸，之前我大兄外嫁的时阵，你给他挂出去，
啊，不过你嘛是偷偷走去看看，因为你唔敢我这后生你外口吃苦。后来林慧甲三宝斗阵，你嘛甲林慧赶出去。啊，不过你嘛是偷偷走去看林慧，因为你嘛唔敢这查某囝你外口咧吃苦。啊，佫有大兄，大兄嘛同款，伊坚持要开加盟店，你着去甲尾也赶出去。啊，我后来伊加盟店出代志的时阵，嘛是你提伊出来甲斗相共的。爸，大概你甲家己的后生，还是查某囝赶出来的时阵，伊也着是你上关心因的时阵啊，敢毋是？是你较早少年未享受，唔捌代志，即摆你拢大汉啊，大家拢娶某生囝。家己做代志，家己爱落去负责。我无过会烦恼恁的代志啊！爸，你讲这的话是你心内足疼的对无？因为我听了我心内足艰苦的。我出世我就是偏家细伢仔，所以我自细我都看无，所以我足认真读书，我也足认真拍拼自己，我无想要甲恁偏家摕一身五哩。后来我结婚，离婚后头厝甲我斗相共，帮我开公司，这就是证明讲我这个细伢仔，我无需要靠咱爸家，我有家己的财产啊。来生做